街坊邻居们，大家好！吃了吗？我还没吃呢。给我媳妇儿先汇报一下，男的可以说话，女的千万别吱声啊！媳妇儿啊，不是，啊，旁边没人。 不是，旁边，不是，那个刚才周杰伦的演唱会刚结束，对，这个周杰伦小名叫郭子，对，对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郭子我爱你，哎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啊，我已经到提款机这儿了，哎，向你汇报一下，媳妇儿，放心吧，啊，干啥呀你们？不过呀，我媳妇儿现在对我都挺好的。 就宽松多了，现在最起码我可以摸钱了。以前不让我动，现在你看，单位发了3000块钱奖金，我媳妇儿现在已经可以特许我把这钱存到她卡上了，在这儿给存上。哎呀，你别说这一拿钱吧，我就想起了一首歌。 什么玩意儿？那么硌脚呢？呀，钱包！我跟这小广场有缘，以前吧，我在这丢过卡，现在嘛捡个钱包。嘿嘿嘿，我不要，我是拾金不昧，像你呢。我呀，先把我这钱存上，然后在这等失主，要不然待会儿说不清楚了，对不？ 烦人，都让你给整乱了。小姨夫爷爷，啊，你干啥呢？我捡个钱包。捡个钱包啊？啊，我明白了。小姨夫爷爷，你是真厉害呀！你捡个钱包，把钱存起来，包还给人家。什么玩意儿？这钱是我的，钱包是我捡的。我算了，我不存了。 这样行不？我在这等，等失主，然后你在这给我作证，我捡的啊。小姨夫爷爷，刚才我给你开玩笑呢，来，等失主，等失主。<笑>那个，小姨夫爷爷呀，我觉得啊，这丢钱包的人肯定是咱小区的，咱不能光等，咱发个朋友圈啊，让更多人知道失主，才能更快的找到你，说对不？哎呀，还是你这年轻人先脑瓜灵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拍个照，发朋友圈来。 给我也发一下子，好嘞，啊，我也发朋友圈。哎，完事，发过来了啊，发过去了。好，哎哎，那我现在先上个厕所，完了以后你在这儿啊，等着，人家来了以后赶快喊我啊。哎，小姨夫爷爷，你怎么一上磨屎尿就多呢？可不嘛，我这，你才懒驴呢，烦人！我上个厕所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你快点回来。 霞，啊，快帮我找点东西。找啥呀？钱包丢了。你钱包丢了啊？张总啊，你是不是看见我发朋友圈了？看你什么朋友圈？我这手机都没电，打不开了都。张总啊，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呀，应该喝瓶富宏矿泉水。 这里边含丝，你好好思考思考。你别胆，你好好思考思考，前面丢哪了？到哪？丢哪了？咋的？你看见了？那思考出来呀？啊！我告诉你吧，让我小姨夫爷爷捡着了啊！哎，张总啊，你那里边有钱没？你废话吗？钱包里能没钱吗？坏了，我小姨夫爷爷要把钱灭下。啊？那个张总啊，你别着急啊。 他上厕所了，一会儿就回来，回来回不来，那就看你运气了。哎呀，这小广场挺有意思，我跟你这小姨夫爷爷有缘分呐。
啊，上次我在这儿捡着他一张卡，我还给他了啊。今天他又捡了我的钱包，还给我了。嘿，这真是爱的轮回呀、啊！所以说，大家记住了，帮人就是帮自己啊。那对，那对。哎呀，坐坐这儿，他上厕所了。哟、哎，哎呦，你小英爷爷，你好，你好，大亮。我的，我的，什么你的？施主。他是失主，我说哦，你丢的呀？钱包丢了。坐下，坐下啊，坐下。我问问你，好，你丢啥了？我钱包啊，什么颜色？黑的。什么形状？方的。几成新？八成新。什么颜色？黑的。什么形状？方的。几成新？八成新。几成新？黑的。过了。啊。我说大亮，你不能插着问呢，你啊，逗你玩呢，我就看是不是你丢的，万一冒领了呢，你快点给我，给你吧。